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城，我是孔庆国。今天我们讲第三课好，先看我这一遍，报价户头然后呢，这个手呢抬起，这个手不要动，转身体压过来，还原，这个手不要往外，千万不能往外，千万不能这样，这个错了。整个构架都散掉了，这个构架很重要，力量来源于什么？来源于构架，不是肌肉，肌肉是为了辅助完成你这个构架，所以一定要弄清楚，好，再看一遍，抬、压、还原，好，侧面示范，看一下，顶住，顶住，抬。压，还原，好好看一下抬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蹲低的时候，我的马就变大了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抬，压，身体滚过来，身体滚过来，压，还原，抬，头躲在里面了，拦住，肘关节顶上去。主要顶到哪边？顶到中线就 OK 了，顶到中线就 OK 了。为什么？肘肌它不需要力量大，需要的是什么？速度。因为肘本身就很厉害，只要碰到别人，别人基本上就会造成创伤。